这西好，微风这个，哎呦，来喽，这个八先走吧。那微风反观这个有重复搭三六桶哦，是不是会顺势？哎，还没轮到他，二万碰起来，三点金的抉择。好，三五七，三万七万选一个。顺势打吗？人家会想一下。打七掉四，四万还有三张。前往跟着打，智源庄家。一四同六九条，没有，直接盯下去。四万来了没？西班，哎，我省过来一盖。那泰明直接就拆这个条子，一路顺势拆了、哦。因为他还有。他又有凑一次的机会，对，而且呢，他这个都有点类似强碰对哦，所以他这个条子一路走哦。对啊，有没有四饼啊？不一样的四，四饼吃下来，再保留三点金跟两个强碰。一四七筒没有，好，西班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还没搞。给个机会碰的，哎呦，这个泰明这个条子一直来吼。对啊，支援的一进厅来了没？芝善，芝善晚安。芝善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哦，二饼摸到那个二饼是烫到，那个手突然放开。对啊，吃下来继续拆条子啊，吃起来继续拆条子，因为他就是要让你看，我就是拆条子，不要条子。二万恩公慢走。四万，较紧的哦，会付未？好，截到筒子大字，哦，哇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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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是这个白皮压对红中，红中建议耶。好，支援听牌一四饼，一四饼对，红中听牌啦，泰明混一色听牌三六九饼，好。Oh my god！ 竟然会打成这样！哇，那这个微风可能速度上就要追赶一下，不然就是要稍微闪到路边去了哦。好，闪了高董。哇哇啊！这个一桶啊，没胡一饼刚好放给志源，可惜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三六九饼，好可惜！这个、三六九饼的听口哇，上下肢。哇，丁给鸡上下肢，那也安尼啦，够熟拢是安尼下的。哎呀呀呀！好，那我们也恭喜哦，这个智源先来胡到我们的泰明哦，第一顺位，先把分数加一点哦。也恭喜智源胡牌连庄。对，那因为智源是庄家哦，胡到第一名是。OK 的，相当好。对对，那持续让自己呢来增加点分数、哦、这个连庄哦，能让自己上去一点没？看这一把庄，哦，看起来是有小小的机会哦。